主料：白菜45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醋、鸡精、料酒。淀粉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白菜洗净控干，水分备用，淀粉加水调好，白菜煎好备用。锅内加油放蒜，放白菜和醋煸炒，加淀粉后焖3分钟，最后加适量盐和鸡精即可上桌。烹饪技巧，锅料烧得够热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